势如何呢？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首先来到台东兰屿地区，最低温是17度，降雨几率有30%。那么来到太马里、金峰、大武以及达仁的最低温是14度，最高温也只有21度。延平、台东卑南的最低温是14度，最高温是22度。来到海端、池上、观赏以及鹿野地区的最低温是12度，最高温是21度。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是16度，最高温是22度。花莲、瑞穗、玉里、卓溪跟富里特别要注意是卓溪乡的最低温只有4度。花莲的望荣、凤林、光复以及丰滨最低温是12度。花莲吉安、寿丰最低温是14度，最高温是20度。秀林、新城的最低温是14度，最高温是20度。来到了宜兰、大同以及南澳地区的最低温是10度，最高温是16度，降雨几率也有30%。屏东狮子、牡丹、满洲最低温是16度，最高温21度，降雨几率有1到20%。太武、来义、春日最低温是13度，最高温23度。雾台、三地、美马、家乡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3度，降雨几率有1到20%。高雄、桃园、纳马夏、茂林地区的最高温是22度。嘉义、阿里山地区最低温只有8度，最高温有16度。南投、仁爱、鱼池、水里跟新义的最低温是8度，最高温是21度。台中和平地区的最低温是8度，最高温17度。苗栗南庄、狮潭以及泰安最低温是11度。新竹、关西、坚实跟五峰最低温是8度，最高温是20度。来到桃园复兴跟新北乌来的最低温是9度，最高温是16度。